老世界杯，你支持哪个球队啊？啥是世界杯？就是每个国家派一支球队去踢足球。嗯，那我肯定支持咱国家啊。咱国家没去。为啥没去啊？是因为不想去吗？不是，他就相当于考试没考过就没去呗。你也可以喜欢其他球队嘛，就比如 C 罗带的葡萄牙，梅西带的阿根廷。你刚才不说中国队没去吗？那梅西咋去了？这有什么关联吗？那没这外国人有个新闻没来。我听你老说你也看世界杯？那必须的。那你一定是梅西的粉丝吧？不是，我是 C 罗。爸，咱都是球迷，不要互相拉踩。人家梅西和 C 罗长得还是好兄弟呢。也是，不好意思，我哥你小了。你说咱们俩作为球迷不应该更是好兄弟吗？你这样，以后我还是管你叫爸，你管我叫哥。梅西跟 C 罗是踢足球的吗？对啊，妈，而且 C 罗还得过五次金球奖，四次欧洲金靴奖，还有七次欧冠最佳射手奖。这也像梅西也有。那说这啥子我都不懂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妈， C 罗的地位就相当于你心中的凤凰传奇。C 罗十年浪费不停止嘞。妈，你不是 C 罗粉丝吗？比赛开始了，赶紧起来看。那得看比赛，那我不喜欢他。好的，欢迎收看2022年家庭友谊赛足球比赛现场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燕女士现在处于一个优势的状态啊。好的，假动作，连续几个假动作，非常漂亮的一个电动车带球过人啊，很有礼貌，球进了。